腾跟经纪人老婆 Summer 昨天在台北的万豪酒店补办婚礼，那么现场可以说是众星云集。但是深夜11点婚礼结束的时候呢，知名的制作人詹仁雄因为喝醉意外跌倒昏迷，紧急送医前往医院来急救。太夸张，你还好吗？没事啊。状况怎么样？是昏迷还是酒醉啊？什么昏迷啊？没事就好了。太夸张了，就跌倒而已嘛哈。有红吗？今天凌晨1点多，詹仁雄在老婆的陪伴之下步出了急诊室，他的鼻子跟脸颊还有点泛红，他讲话也有几分的醉意，准备返家休息。他用衣领遮了下巴，模样有一点狼狈，所幸伤势没有大碍。